Hello，又是这个超级难吃的马卡龙。哎，怎么说也不便宜啊，吃了吧。看不出来我厌，就这么一下，可能这样看就不太明显了，尤其手一挡。我把一点没化透。然后我肠胃不太好，我不敢吃凉的东西，就少吃两个。对呀。刚刚经过了一个卖东西的，声音超级大，然后我就暂停了，等他走远了，我才开始继续录的。今天吃这些量是刚刚好的，昨天给自己支撑，又开始不舒服了。放心，不会浪费，我下一次还会给它吃掉的。